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一流的师资，实用的课程，全新的培训方式，最佳的学习平台，精心传授管理经验，全面提升管理技能。时代光华管理课程，真诚创造成功。西方的管理模式为什么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如此缓慢？中国企业管理突围之路何去何从？中国人，中国的企业还需要用中国式管理，但其核心到底是什么？睿智、理性、高屋建瓴，曾仕强教授管理研究最新成果《中国式管理核心体系》首度发布，欢迎收看《中道管理》。曾仕强教授，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，历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、交通大学教授等职，现任中国式管理研究院院长、时代光华教育集团高级顾问。他长期从事管理实践，致力于中国式管理研究，被誉为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，中国式管理之父。主要作品有《中国式管理》《管理思维》《中国式管理成功总裁的三大法宝》等。为什么政府总要控制企业？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很特别，中国人一有钱的时候，他就不太听政府的话。企业要为国家增加就业机会，国民有充分的就业机会，这个国家就会逐渐的安定、进步、发展。我们要共同为国家创造财富，所以一定要诚信的纳税，这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国民一定要缴税？其实就为了分享，就为了分享。为什么过高速公路要缴费？就是为了分享。当然你可以这样想嘛，以前是强盗占住这个道路上，强制要你给过路费，不给他就杀你。现在变成公安在哪里呢？你缴不缴费？不缴费就抓你，不是一样？不一样啊，一个是弄到私人口袋，一个是拿到公家，就差这么一点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很多生意你为公大家就觉得好，你为私所有人都觉得你不好。我们是因为要国家一次拿那么多钱，全国去盖那么多的桥跟路，实际上是有困难。老实讲，我们现在公路的发展是全世界最快的，最快的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想象说那么长的高速公路那么快完成，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啊！所以很多人对中国人很好奇，你们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我们太简单了，你这段，你这段，你这段，你那一段，钱你们想办法盖，他就盖起来了，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，我跟你讲。你看我们深圳就是这样起来的嘛，一夜之间就起来了，哪有说城市一个晚上就变成样的？不可能的，只有中国做得到。所以你说中国人不团结，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是全世界最团结的国家，但是当他不团结的时候，他是全世界最不团结的国家，最厉害就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勤劳那是最勤劳，懒散是最懒散，我们都做得到。你不要以为说做不到，哪里做不到？外国人没有这么大的弹性。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弹性最大的，所以我们最难惹，因为我们情绪变化最快最大。我们第一个要配合国家的政策。我今天很坦白讲啊，你要做大做强，你不跟国家政策配合，你做梦，你做梦。凡是不跟国家政策配合的，国家只要有一个政策就把你搞垮了，如果他一个政策再搞不垮你，他就把你抓起来了，太容易了。你说现在怎么可以乱抓人？中国从来不乱抓人的，他只是根据两个字就把你抓起来，根据什么？其他，
全世界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其他，都其他关起来再说。其实 你不要以为说哦，现在时代不同，千万不要这样想，因为不这样它不行的。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很特别，中国人一有钱的时候他就不太听政府的话，所以为什么政府老是要控制，他有他的道理。西方人不会，西方人老百姓有钱以后他要守法，中国有钱以后他就破坏法律，他就不遵守法律。我看太多了啊，连过高速公路都是这样，他两部车他就开前面去，然后告诉那个收费的人，今天给我面子，两部不收，改天多给你。然后一过去他很有面子，你看过高速公路都不要缴费，事实上他后面缴的更多，不是他高兴呢、啊、他高兴呢、啊、中国人我告诉你，他很喜欢耍大牌，很喜欢，他很喜欢耍特权，他很喜欢摆威风做面子。其实我觉得只要在合理的程度之内，你就让他嘛，只要不过分有什么了不起，他反正最后还是缴够嘛，他也不少，他说不定还多呢，他哪里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是讲合理就好，合理就好。嗯，我想我碰到的事情是非常之多的，各式各样的花样，你在国外很难看到，但是在中国这个国家里面呢，你是想象不到的。合理，不要过分，因为各有生存之道。可是你不能说政府完全放任，像西方那样，我是不赞成，一放任天下大乱。西方人放任他乱不到哪去，因为他脑筋简单，没有那么多花样。中国人一乱啊，你不可收拾。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想说我们一切要像西方那样，因为民主性是不相同的。按部就班，有计划的发展你的企业，目的是什么？增加国家的税收。国家是靠税收才有办法去做很多很多的公共设施，去做好很多很多的社会福利，因为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忙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享。你把所赚来的利润一部分继续投资，一部分呢要做公益慈善事业，这是今后的趋势。但是呢不要抱着说我赚钱赚来啊，好像说是良心很不安，然后去捐一点来使良心安，那是我不赞成，那我不赞成。如果是为了这种事情，那我是不赞成。我们赚正正当当的利润先没有什么不安，但是还是要有一部分提拨一部分，我相信所有股东都会赞成啊，帮助尤其是今天我们很多穷人的小孩子，帮助他受教育，这是最根本的啊。中国人是救急不救穷，救急不救穷，他一辈子穷你不用救他，那是他自己不争气。可是他是一个很有志气很有前途很有潜力的儿童，只是他一时很急，他根本就缴不出钱来，现在学费免了他还是没有办法上学，这是急，这不是穷。我给他，他后来就成长起来，就不需要帮忙了。我们救急不救穷，穷没有办法救啊，就是我救了他，他一辈子依赖我，这种人你救他干什么？我救了他，他自己会成长，自己会茁壮，自己站起来，将来再去帮助其他人，这种人值得我们去投资。我们就算整个送给他都很愉快。我们一方面增加国家的税收，一方面为社会增加就业的机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社会只要失业率高啊，社会就不安，就非常动荡不安，小偷就增加了，然后各种
诈骗的方式就翻新了，啊，到处就很可怕。我们一定要降低失业率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做。我倒觉得小康这两个字，大家好好去想一下。我们不是要过富有的生活，我们当然不愿意过贫穷的生活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富人的生活，我们要过小康的生活。小康就是我生活过得去，但是我不奢侈，不能奢侈。所以有些人说我自己赚的钱，我一餐饭吃他个十几二十万怕什么？不对，绝对不对。为什么？你会败坏社会风气，就这点你就负担不了了，这个责任你就承担不了了，那整个社会风气都被你搞乱掉了。如果无业的游民增加，你就知道在这里居住是很不安全的。游民他会乱窜，我们中国人不像西方人，老讲你到美国去看，你会觉得美国人这个国家很奇怪，他这一区是有钱人住的，他就是有钱人才会进去，穷人他不会进去。我们如果说这一期是有钱人住的，那所有穷人都要闯进去嘛，才有东西偷嘛，我不进去才怪的。我现在就是摸不清楚哪里有东西偷，结果你说这一区有东西偷，我不进来我偷谁呀？美国人不一样，美国就一条街，哎，这边就是很有钱的路，这边很穷人，很穷人就不会过去，很奇怪的，我觉得很奇怪的，就是脑筋简单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啊，把美国的搬过来，这很可怕的，连很多地方都要做成富人区，我心里好笑，富人区，你去富人区吧，有一天你会叫苦连天，因为那目标很显著嘛，所有人都闯进来嘛，不抢你抢谁呀？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精神叫做无名氏，我希望各位以后要做好事不要出你的名，叫做无名氏，这个是最好的形象。动不动就说我捐个几百万，你会很麻烦啊！你今天报纸一登某某某捐五百万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不高兴就是你妈妈了，心里想我都没有吃到什么好东西，你一捐就捐五百万，妈妈省吃俭用就是怕你乱花钱，就你外面可舍得，回家也不懂给妈妈带点好东西。第二个不高兴是你的姑妈，我做你姑姑有屁用，从小拉拔到大，你既然可以捐五百万，你怎么不能拿十万给我打打麻将？你惹得所有人都不高兴，那你做这种事情干嘛？中国你要捐五百万一千万很简单，无名氏没有人骂得了你了。有恩不图报，有恩是不能图报的，那才是表示你的动机是很纯正的，否则就是沽名钓誉，就是沽名钓誉。有很多人那个钱是来路不明的，然后他捐献很多，他就不知道人家一定花一百个问号，你凭什么有这么多钱捐出来？你凭什么？我们一定要为长远想，为子孙想，为整体想，这才是凭良心的做法。有能力的人他最需要的就是工作机会，今天叫做平台。所以我常常问很多干部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感谢你的老板？为什么？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，就是因为他给你个平台嘛。如果没有这个平台，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你又能怎么样？这样就对的吗？否则你根本用不着感谢他，因为工作是你自己在做，辛苦是你自己在受，动脑筋是你自己在赚，那跟老板什么关系？国民有充分的就业机会，这个国家就会逐渐的安定进步发展，社会就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进步。
我想这是企业家最大的贡献。我们还要让家长很放心的把子弟送来就业。我们中国人习惯是这样，当你的子弟要去就业的时候，你都会告诉他要听老板的话，要服从公司的规定，要跟同事处得好，不要乱出主意。我想这是千篇一律的。我还没有听到那些父母跟小孩讲你去就业啊，如果搞不好你就回来不要干了，大概很少这样。那是等到他实在没有路可走回来说不用怕，家里不在乎多一个吃饭，但是最后才讲的，不是一开始就讲的。中文讲话都是看时机，什么时机讲什么样的话。当一个小孩走投无路，你还骂他干嘛？你倒无所谓，家里不在乎你一个人，那种老板不跟也罢。为什么讲话会相反？就是因为时机不一样。平常我们都劝他要听老板的话，不要捣蛋，不要有太多主意。老讲一个人呢，有太多的意见的人，都是跟人家搞不好的。而且你根本不了解中国人，好跟不好是一样的。我不晓得各位了不了解中国人，对跟错一样，是跟非一样，好跟不好一样。西方人是分开的，中国人是一样的。这个其实很容易了解，但是很多人，你看好等于坏，这一听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好要什么好？合理的好才叫好。那如果坏呢？坏也合理的坏，那也是没有什么不好。那两个合理去掉，就好等于坏。这个是数学嘛，这没有什么稀奇的。所以中国人说是是是跟不行不行其实是一样的。那既然一样，你为什么不说是是是？你为什么不说不行不行？可很多人就吃这个亏了。你看会讲话的人很少讲那个反面的话，没问题没问题，那后面是问题一大堆嘛。那没有问题跟有问题是一样的，反正就是合理的没有问题，合理的有问题，那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中国人他是最了解这些事情，但现在我们搞糊涂了，就是因为我们受了西方的影响。西方人是分开来看，中国人是合起来想，就是个不同而已。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事情你就要合起来想，你大概就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回事。子女就业以后，他就养成很多坏习惯，这是谁的责任？这公司的责任呢？谁的责任？他本来不会赌博的，结果到了公司就学会赌博。我在英国有一次去吃饭，那才妙呢，有一个服务人员站在我旁边，就拿菜单给我，我点这个菜，他还说不好吃。我点那个菜，他说不要点这个。我连点三个，他说不好。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回事？又从来没见过吗？他说我怎么回事？我本来是这家餐厅的老板。我说那老板更不该这样的。他说我一赌博输给我的伙计，所以他现在坐在里面，我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好吃。我跟你讲，你看他变成老板一赌博就变伙计嘛。这很有趣的人性。当他是伙计的时候，他跟老板唱对台戏，可当他是老板的时候，他又不好好去对待他的伙计，就变成这样。很多老板问我难道赌博不可以吗？当了老板就不能赌博？我说没有这回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赌博找别人去，你不要找你的员工赌博，绝对不要。因为你找员工赌博就是不存好意嘛，就是想榨他们的钱嘛，不然跟他赌博干什么？如果你没有这种存心不良，你到外面去，你在里面跟他们混干什么？这样就对了，一切合理就好，千万记住这一句话。
我们要替社区塑造良好的风气，因为企业慢慢越来越像学校。我非常反对教育企业化，现在这个教育企业化将来会很糟糕，应该是企业教育化，而不是教育企业化。各位以后可以印证啊。现在我们一直说这个教育要企业化，那老师都在做生意嘛，那老师还教什么书呢？企业反而应该教育化啊，特别是媒体。媒体如果不带有教育的性质，这个媒体是危害大众到极点。媒体是不能开放的啊，大家现在都很盲目说希望都开放，希望就是搞得一塌糊涂才觉悟，但觉悟已经来不及了。一个东西要开放很容易，要收紧非常难，非常难。你看西方是管不了啊，西方已经管不了了嘛，他想管也管不了。我们呢，我们一开放，你将来教科连篇，所有的传媒都应该具有教育的功能，否则都是不对的，都是不对的。没有说什么事情都要让大家知道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大众传播，你看为什么要分等级啊？这是普遍级，大家都看，这是限制级，只有少数人可以看。但是你对外国限制有用，对中国限制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外国人进酒吧一定要18岁，他看你不对，他就检查你的身份证，你有没有18岁，他会严格的执行。中国人进了什么都有，18岁以下不许进入，那里面都是16、16岁、17岁。我们执法绝对不严格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台湾有一度是禁止这个公务人员进舞厅啊，然后第一个被抓到的就是老师，因为老师最老实了。人家那个一进舞厅呢，先看哪里可以溜的，他就不会被抓到，很老实，糊里糊涂进去，然后抓他也不知道在抓他，被抓去还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叫做老师嘛？不然什么叫老师？他完全不灵光到极点才会当老师了，然后叫苦连天，冤枉。凡是被抓到的都是很少做坏事的人，凡是常做坏事的人，他根本你就抓不到他了。你也抓得到他，那就怪了。所以你完全靠法律，完全靠法治，我是觉得很奇怪，这种念头非常奇怪。我们员工常常闹情绪，跟上司吵架，和顾客吵架，跟社区的左右邻居搞不好。我问你，这样的氛围，难道经营者没有责任吗？没有责任吗？啊，你看很多人早上一起来就头痛，就是早上一起来想到要上班，他就头痛。礼拜天他就不头痛，很奇怪，礼拜天高兴得很，健康得很，然后上班就头痛。连很多人最怕礼拜一嘛，最怕礼拜一，一看到礼拜一他头就痛。上班头痛，下班很愉快，这种人很多。这个经营者对工作氛围、对环境没有好好去整顿，没有好好去改善。管理良好，员工会养成好习惯，他回家也会带动他的家人也变成好习惯。所以我再说一下，企业不是只是学习型的，它应该是教育型的，应该变成教育型的企业啊。学习只是一部分而已，教育就是你要扩大你的影响，你不只是供应产品而已啊。你看员工出来很有礼貌，员工出来很守规矩，员工回家很重视家庭教育，那你这个企业就算钱赚的很少，我相信你也很有成就感，非常有成就感。一个人影响力的大小是无形的，
是别人来肯定的，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。啊，人家不听你的话，你再有钱也没有用，有什么用？你再有钱，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，你就是买不到人家的尊重。你买不到，尊重是自发的。有很多有钱人也受到尊重，不是没有。啊，人不会说看了有钱人就不高兴，不会。但是有钱人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你要舍得花小钱。只要你舍不得花小钱，有一天你非得花大钱不可。这句话千万记住。你看那个很小气的同事，人家每一个人请客他从不出钱，然后大家就知道了，哪一天呢我们把他找去，然后叫一桌最贵的，吃到一半我们通溜，让他一个人出，非整得他头破血流不可。你中国人就有兴趣做这种事情了，没有啊？你老占便宜，叫你吃吃大亏看看。所以你有一天花了大钱，你就知道平常太舍不得。一个人舍得花小钱，其实舍得花小钱就叫分享，就是21世纪的共产。你如果把这个推起来，你就知道我们的方向应该往哪里去找。有一利必有一弊，所以我们最后是要求各位啊，自己要调适自己的心态，这非常重要。不要无止境的要求别人，那就叫挑剔，那就是挑剔。一个挑剔的人是永远不愉快的，你痛苦，别人也跟着痛苦。一个不断要求的人，是所有人都无法跟他相处的。人该马虎的时候，要马虎一点。四个字很重要，叫做难得糊涂。不能糊涂，但是难得糊涂。这个中国很有意思，他一般告诉你不能糊涂，一般告诉你难得糊涂，就是合理的地步，合理的地步啊。人家在这个地方能够买这样的材料已经不错了，你还要求什么样？对不对？好像有时候你去餐馆说怎么这个菜那么差劲，那个店里头人是不好意思讲，好意思讲你受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你有钱你去别的地方吃，你到我这里吃啊，你就完了啦。所以人家是很尊重你啊，才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嘴巴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心里是想你有种到别地方去吃，你少来我这套。你自己要自知之明。我们今天坏就坏在你舍不得花钱，你有好的享受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我希望我们中国人要慢慢建立一个观念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，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。我们要成为民众很欢迎的企业。你看我目标正大光明，我经营的是很正派的，我的产品经得起大家检验的，啊，我的过程大家都可以看。美国现在有好几家餐厅，它是厨房开放给你看的，你客户可以先到厨房看一下，你放心了，你回去再用餐。我们这里厨房是不能看的，一看你都不能吃的，你都不敢吃的。哪一天我们的餐厅也开放给顾客先参观你的厨房，你觉得放心了，你再用餐，那我想整个就不一样了，整个就不一样啊。我们的工厂那个车间也可以开放，让我们的顾客来。其实好的企业应该每年找几天定期的向社会大众开放，欢迎他们来了解我们的企业是怎么个做法，然后呢他自然会替我们去传播，然后我们形象会越来越好，而也会跟我们学习啊。学习有两个，一个是我们向人家学习，一个是人家向我们学习，以我们做榜样。那我想经营者这种成就才是有良心的表现。管理良好
员工不会闹事，跟社区相处得好，而且邻居啊都会觉得他的子弟在这里就业很放心，他自然呢会千方百计的来帮我们的忙。我们买不到的，他们替我们想办法；我们做不到的，他们主动来帮忙。有时候你会有意想不到的这种效果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汇聚一流专家名师，聚焦前沿管理热点。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包，传授优秀管理思想，讲授先进管理方法，教授实用职业技能，让你自主自助便捷的学习，实现高效实用轻松的培训，让个人和企业迅速提升竞争力。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。